订着小吃半桌的风潮吹进了彰化，在鹿港园林纷纷举办了小吃版的，结合了鹿港老街上百间的商店，有包括了像是猪螺、虾猴酥等等16种地方菜吸引食客。而在园林呢，则是有四神汤、后壳炒面等着30多种小吃，举办了千人宴，吃小吃不用东奔西跑了。油锅热炸香喷喷的蚵仔，还有特有的虾猴酥，一盘盘小吃精致上桌。鹿港推出小吃半桌文化，让游客一桌吃尽在地美味。我这个也没有吃过，然后这个也没有吃过，然后我觉得蚵仔煎最好吃。猪扒、猪螺啊，这些没有吃过，而且第一次吃。请准备掌声。园林镇也推小吃千人宴，邀请了园林30多种知名小吃，先来碗四神汤，一盘特有的后壳炒面、肉粽，三款小吃组合居然只要50元。那来到这个花莲市场啊，吼，有这个水果档，吼，啊嘛有这个放门的肉粽，啊，富城油间放门烤肉饭，这拢是吼传统的也优秀。省时省力小吃半桌也能够为小吃摊贩促销，店家未来的商机无穷，不再只是传统的单兵作战，消费者吃美食也不用东奔西跑，就能够吃遍在地美食。中天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